提死说说，阿三没有了，看没了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我自己的路自己走。 你说我这是钱包？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碾碎！没了。人终有一死，我只是催一催。那这回我得回了。 全军出击！杀戮本身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谁要死呢？那这回我得回了。这么多的敌人。 这么多的刀子，抠兵加抠眼。如果他们够聪明，就已经吓破胆了。这都能拉着我呀？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给我一把好刀，再给我一个目标就行了。没有查克拉了。 你能跑哪去？我操！这合理吗？ 啊，这合理吗？我有一大把的麻烦事，还有用不完的时间。真牛逼！只有一个规矩。 敌人不能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我能让麻烦消失。哼，你有血光之灾。 我到这儿来不是来交朋友的。
从今往后，谁都别跟我来了，猴哥。下一个是谁？来吧，猴哥。我爱我的手艺，我的敌人爱不起来。你给我意他，你别让他一直抠你。我闪转成灵，你转瞬即死。我一个人干活，这对大家都好。可以，猴哥。克制不是我的强项。拦不住我，不用再冥想，也不用再看人脸色。Enemy killing spree.让他们看着我，他们无法阻止我。干啥呀？猴子给你们打破，那有什么？老办法是行不通的。骚啊！我操！不合适，怎么不合适啊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猴哥拿条龙，死哥还有个蓝 buff， 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还没丢兵，合适。而且我们这是上等马换下等马，上等马拿到钱比下等马拿到钱有用。除非他是卡大点，我念念有词，念的就是他们的墓志铭。看看峡谷啊。魔法是不错，但刀子更好用。哎操，冰女第一时间是没大还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不大人呢？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
been slain. Don't worry about the balance. This is a game of chess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Enemy double kill. The Shadow Fist is my mother. Kill him. I do things with him different.我自己做主，想怎么样就怎样。回来呀！啊，就是不服！啊，就是不服！我操，这怎么扣死我呢？我没吃扣啊！ 还遇过烫死了，哼！死哥装备有点好，面具了，面具法穿鞋。今天我们的别人不杀了，就杀的死。回见。嗯。给我攒个虚弱，回往上走。今天他不死个28，肯定是不行了。 战争总是拖泥带水，我的手段干脆的多。呀！不如我全收拾了吧。呀！啥呀？呀！急了。 敌人也不吃，武永远不嫌多。克制不是我的强项。一个兵也不吃。 炮车也不吃，哎，你算不上什么挑战。 老办法是行不通的，这把得出个钉啊！一掰了，要不然不用交闪。 本身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谁。<笑>
哎呀，真猥琐呀！人中有意思。妈还开 Q 跑！你给我对个线儿不行吗？你个塔下站着，你补不了兵。你说你这英雄。现在怎么了？出个影魔刀还打得这么急？越塔呀，哪那么好越？这玩意儿那能有盾呢，哪有那么好越？现在我就等着死哥来了，死哥来我就杀他一回，死哥来我就杀他一回。反正杀这个是肯定杀不了了，这人一个兵不补，一点血不让你耗，一个兵不补，那我也出真本事来，爱补不补。别想阻止我，当然他们可以想想。我回家了。魔法是没错，但刀子更好用。抓他队友不行，现在不能去抓他队友。我要弄得像魔法一样。现在去抓他队友，我们的上路失守了，就不行了。好的。Shut down。我一个人干活，这对大家都好。没到时间呢。我到这儿来不是来交朋友的。没操作好，哎呀！我们家队友来的太慢了。每个人都有弱点，他们的弱点就是我的目标。
来呀，猴哥！兵点没到，换了吧。钢刀和技巧缺一不可。Enemy rampage。这卡莎死哥等级这么高，我全收拾了吧。我杀的死哥杀他妈三四回，他等级这么高。来一回我杀他一回，来一回我杀他一回，他还能十四级。破败。从今往后，谁都别跟我指手画脚。Shut down。知道。呀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。战争总是拖泥带水。我的手段干脆得多。黄子出的什么玩意儿啊？呀，用镰刀还是苦无，看我清醒。呀，小红把红拉了，大龙我们可以试试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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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大龙试试。我念念有词，念的就是他们的墓志铭。死哥搁下路呢，打大龙。先把他杀了。想怎样就怎样。先把他杀了，先把他杀了，不杀他我们打不了龙。来来来来来，这个打。哇操！哎，这个 AOE 有点高啊。那这应该是技了。你看，你打完吧，没打下来呢，就开始逼他。哎，让你打，哎呀，好指挥，你老整这马后炮有啥意思呢？好吧，这一次有点血肉模糊。那我们家这种情况不打大龙怎么的？那还干啥呀？那看着啊。那死哥在下路，卡莎刚死，我们肯定要开龙的呀。那没开下来，那就没办法呗。那打的有点慢，咋那么多逼事儿啊？该来的。啥也不知道，啥也不懂，只会看结果，不会看过程。我能让麻烦消失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加血吗？死哥伤害太高了。
我的动作。我只是刚热身。没让他上来捞着好，来一波我干他一波技能，来一波他死一波。给我一把好刀，再给我一个目标就行了。他能等那么高的等级？让他们看着我，他们无法阻止我。来做个了断吧。下波我最多杀一个人，我把那死哥杀了就完事了，别人我杀不了。如果你看起来这不是能一v五的英雄，你最好是真的可怕。他是单体英雄，他还不出钉，你杀了。不用再冥想，也不用再看人脸色。你让我动，我操！